啊，你干干。两个脚上看。今天给两位兄台啊，再来买一点木材。是四人家的。开上了没？ 钓起了，钓起你哥呀，钓呀，两种啥子怪的？那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现在这一个一死人，那边钓吗？钓个猴在那不来来去？没钓，钓猴在钓。我那天钓起来，你看不呀？不会钓，你个猴在那钓。现在开始装车了。 现在开始装车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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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开
没了。有点。哎，烂摩托车。哈哈。还要装40根。还给我撞，然后敲击还给我撞。偷的两个，偷的两个。哎，老板，来。3米9的。3米9吧，现在要量一下尺寸。车掉钱了，那我开什么摩托车了？你看现在开，可以走，哎，可以，下来了，摩托车差点翻了。这几十根木材啊，花了600多块钱。我看着这一堆皮都头疼啊，明天还要帮他们刮皮。下班了，现在天快黑了。喂，刘叔，交钱。